钥匙指的就是呢储存格的意思，储存格啊，后面加一个 s， 因为很多个储存格，然后 sales。那 sales 呢，它意思就是说呢，我今天要把结果输出到哪一个 sales， 刮胡。刮胡之后的话呢，它会显示出什么 row index？ 哎，它问你说，请你告诉我你要输出到哪一列啊？那因为我们这边有一个第十列，对不对 ？i 跟 j 第十列的第一个。就是 A 十，所以请你输入什么呢 ？I 逗点 J 刮胡，这个意思就是说呢 ，I 跟 J 是会变嘛，所以它什么 I 一直十什么呢？先跑十嘛，十一那就是这个，十二那就是这个，十三有没有？就这个、一直往这边跑，跑到七对不对？然后呢，十跑完之后呢，它会跑十一、十一一、十一二、十一三，一直类推。那这样的方式呢，我就可以怎么呢？就先把那个范围确定。那后面呢要填什么东西呢？后面就请你按一个等号。等号之后呢，你就要制定一个公式给他。那这个公式的话呢，就是我们刚刚的那个还有印象吗？我们公式的部分呢，就是第一个是我们根据什么？根据的是什么？栏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这个地方的话呢，我们现在哈栏的部分呢是 J。对不对？所以呢，如果我今天呢，后面等于什么？等于 J 怎么样呢 ？J 现在从一开始嘛，如果我等于 J 的话，那它这个地方呢，当然就一二三四五六，一直到七哈。如果我现在写完到这里好了，我跑一次给各位看一下。那特别注意我怎么让它执行呢？侦错里面有个逐行，逐行的话记得就是 F8， 我 F8 给各位看一下 F8。按一个 F8 有没有？它会执行第一行，表示说，哎，现在我执行万年历的这个复程式。然后 I 的话，现在呢执行完之后，它现在是10，对不对？追执行完之后的话，它现在是多少？1。所以这个储存格式就是11的储存格。我放一个什么呢？放个1。